我真的不是，我真的不是，我真的不是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就是去参加。我应该是我没有什么幸运物啊。可以带个儿子的钢铁人之类。他是蜘蛛人，对，因为他很爱蜘蛛人，他就是会要我扮钢铁人。那我不喜欢钢铁人，我就说我可不可以扮星爵，因为我喜欢星爵。他说你不可以是星爵，你是钢铁人。我说我不要，我是星爵。他说你就是钢铁人。我想说好吧，那我就是钢铁人。他说你是坏的钢铁人。我说好，然后就要假装钢铁人在那边飞，然后攻击他，然后他就是换蜘蛛人的衣服在那边噼噼噼噼噼这样子。像当爸爸之后有比较理解那个当爸妈的感觉？会，真的会，真的会。之前不愿意承认，但我现在真的确实是进到下一个阶段。开始的我很糟糕，就还是比较自我的。现在已经可以全心配合儿子。哇，我现在已经快没朋友了。对啊。那如果儿子遇到叛逆期要怎么办？我可能要遇到才知道，但我觉得我可能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我以前叛逆期的时候很叛逆。过来人。对。多叛逆，我就是会为了反对而反对的那种叛逆，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这样。这样会想要再生一个女儿？想啊想，一男一女刚刚好。等到几点？这我就不知道。就是我知道有儿子，但还没出生的时候，然后我经纪人就说我一定是军事教育型，但结果我根本不是放养型的。我觉得会，我也会。其实我也觉得会，我会怕他被欺负。你男朋友呢？你知道啊？他不是我男朋友。是朋友邻居了。哦，这几天常常看到你们，我还以为你们是情侣。喂，琪琪。啊？放学要不要去打网咖？哦，好啊。那你搞定了。嗯。那这样你打算怎么办？就继续照顾他了。万一他一辈子都好不了呢？不会吧，他还这么年轻，一定很快就好了。刚刚那么闷啊？没有啊，你自己先去玩啦。哦，要玩就一起玩啊，而且等一下回家也会来，可以陪你啊。只要一次机会。你不要再住在这里，不想知道为什么。林北走，看着我。从一开始。对于表演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，只是我在做这件事情，然后慢慢觉得它好像蛮好玩的，然后再经历到我每次经历角色，我好像发现自己有好多不同的面向，然后甚至有可能你会因为一个议题然后去扮演一个角色一个故事，然后你会觉得自己有使命感，希望这个议题被看见被听见，可是它不如你的预期，你当然会失望。那慢慢的到现在，我会觉得其实事情简单一点，我就一个我自己，我会最开心的。我觉得我喜欢这个故事，然后我喜欢这个角色，我去做。只要这部戏在，这部戏完成了，这个议题就会在。你没有必要告诉他们你一定要看见什么。我觉得这就是戏剧好玩美妙的地方。哦，我会啊，对啊，当然还是会。我以前会，现在比较不会，因为现在我其实真心的建议，其实你会感受到的，即便他的文字让你不舒服，但无聊的攻击你也感受得到，你就是啊 ，OK， 谢谢，对，就是这样嘛。好心在那做什么啊？我还有女儿要养，拜托别杀我。小姐，你有什么想说？你有什么需求？你现在可以说出来。你为什么要帮他？我是在帮我自己。全世界都要骂张正义，反正我这个人质帮他说话，你不会很想看？台湾这边我来了。我觉得这样的故事类型其实，台湾比较少一点。看完这个剧本，然后看完刘黎明这个角色，我其实就很着急，就跟经纪人讲说，我们是不是赶快跟导演约一下？聊完其实就开始忐忑，就是他们会不会选我？就是拜托选一下的。你还需要担心他会选你吗？当然会啊，就是不一定适合嘛，对不对？10万订阅就续约，你自己说的，你答应的、但是现在一半都没有啊。这一次最大的压力是在哪里？
我觉得所有吧，因为毕竟是没有尝试过的角色，但另一方面我觉得是非常兴奋，因为你没有尝试过，所以你会有很多的想象。我在拍上一部戏的时候，那个化妆姐就跟我说，除了我之外，她见过最会流汗就是你。哦，然后我就说，我有听说你超会流汗。我觉得我们都很在自己的角色状态里，我觉得整个剧组大家的频率都超好，我们其实很快的稍微读了本，走了一下戏，然后现场讨论一下，大家就来了。你就一直处在一个状态里，就是我们一直在往前冲，我们一直在往前冲，对，就是过程是非常过瘾。浩森没有入围金马奖，会不会觉得替他有一点可惜？对啊，当然，我觉得他很自在，他在那个当下，他是给我的感觉，他是相信，他相信这个角色。那我自己看完电影，我觉得浩森有两场戏非常打动我。张正义一个做了冤狱，然后带着不平，带着恨，然后他在他的逃狱之后的生活的那一种直接，那种猛爆，那种生猛，在那一刻。你真正看见他的柔软跟脆弱，以及他的委屈，真的是让人心疼。另外一场是他最后，这个可以用吗？因为是爆雷了，对不对？但我还是讲了。我觉得那一颗镜头非常好。亚洲职棒联赛现场惊传命案，凶手为死者王世云男友张正义。不是我，我没有杀人。我们节目开场白是什么？新闻很重要，真相更重要。你相信啊？十万订阅就续约，你自己说的，你答应的。但是现在一半都没有啊！你等着看着。七年前轰动一时的棒球场情杀案，凶手张正义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？不然接受我的访问，十分钟就好。你有听过邱院长吗？不然我们谈合作怎么样？我已经想好要怎么创造话题。你就想要帮一个杀人犯？我是在帮我自己。你现在跟张正义就是一伙的嘛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啦？你老婆和小云的死有什么关系？不过我告诉你一个更劲爆的新闻呢，外面八成有人在给他接应，你们都不知道真相。每次阿妈他是事件的目击证人。我对不起你。我们不是要跟他合作吗？我是不会相信你的。你为什么要信任我？是谁叫他这样做？张正义的案子要查了，谁派来的？他隐瞒死者保护伞。那天在厕所到底发生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他会死。说啊！这种新闻都被压下去，你他妈的在保护杀人犯！现在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了，就当做是为了我。张正义，跟他们都一样，一切真相大白。真相，相信吧。